高二里木人还给人万强道，那一道差点都不融啊，都不行哎，这个水太凉了，有素颜寒气，我可能受不了哦。天凉的时候，他就是你背不出词吗？那要怎样？那要怎样、啊？哎呦，我不是挑三拣四哈，我线哥坏了吗？体虚怕冷，所以水都是需要烧热才能喝啊。哎呀，好烫好烫，这也没法喝啊！哎，你这很机车哎，烫了也不行，凉了也不行，到底要怎样呢？商榷学。请给我啊！现在不冷不热，总可以喝了吧？周一至周五晚间7点，全台首播《苍兰诀》，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